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，欢迎收听数位趋势酱子读，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，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王维璇 Vivi。 我们今天介绍的一则专文是来自于科技新报，它的标题叫做 AI 彻底改革传统搜寻，微软的 Bing Generative Search 展开小规模的测试。为什么挑这一篇呢？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觉得未来5到10年都是应用方面啊会被颠覆，不只是搜寻引擎、包括 social media 都有可能。上次我们有介绍过利用 AI 做的 social media， 不还有待观察了。毕竟这些人都不是省油的灯，他们做了这么久了，你要颠覆他们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了。开头他说，尽管 Google 发表的 Google AI 总览问题百出，但是搜寻引擎结合生成式 AI 渴望大幅进化，彻底改革传统搜寻的模式。去年2月，微软的 Bing 搜寻引擎推出由大型语言模型生成的答案，现在进一步推出 Bing Generative Search。那微软在24号就宣布为 Bing 进行重大的更新，除了在搜寻结果页面直接提供传统的搜寻结果之外，更包含了 AI 生成的查询答案，并将以 AI 为体验核心，彻底改革搜寻结果的页面。目前呢，他们只先向了少部分的用户开放测试。未来 Bing 搜寻页面首要位置啊，先列出由大语言模型所谓的 LLM。和小语言模型叫做 SLM 所生成的答案，这些模型审查数百万个资料来源以提供最准确的答案，紧接着它会附上 AI 生成答案的一些资料来源，以便判断答案是否正确，还有相关主题更多的检索。是，那除此之外呢，Bing的右侧栏它还是提供传统搜寻的结果，为那些对于 AI 搜寻体验不感兴趣的用户提供过往熟悉的方式。微软就举例了，当你在Bing上面搜寻大象可以活多久，首要的位置优先会显示野生状态呢可以活70年，圈养状态下呢则可以到88年。接着呢附上 AI 生成答案的资料来源，右侧栏也会有一些传统搜寻的结果。这项新体验结合并搜寻结果的基础以及大型和小型语言模型的力量，它能够理解搜寻的查询，审视数百万个资讯的来源，动态配对内容，并以新的 AI 生成形式呈现搜寻的结果，更有效地满足用户的查询意图。那微软透过 Bing 官方部落格文章是这样表示的，文章是这样说的，网络的业界越来越担心，如果 AI 聊天机器人抓取公开内容并且直接呈现给用户，那么内容网站没能从搜寻引擎获得流量，进一步获得广告收入，恐怕无力继续营运，最后被迫关站。是，微软将继续评估搜寻结合 AI 对网站直接流量和阅听大众的影响。他坚称啊，这项新体验可以保持和传统搜寻方式相同的网点击量，但是否属实目前需要时间测试才能证明。这里就想问一个问题，你平常最常使用的搜寻引擎是什么呢？是 Google。 ChatGPT 呢？他最近有出了一个叫 SearchGPT， 然后因为他好像还在开发版，所以你就点进那个网页之后，你就一直会显示 Wait online Wait online、所以我还没有实际使用过 SearchGPT。 是，然后我还不太知道说 ChatGPT 跟 SearchGPT 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差距。 SearchGPT 我还不清楚，但是我现在已经更多的使用 ChatGPT，真的觉得它搜寻会比 Google 更可以 hit 到我的需求Google 我经常搜寻到第二页、第三页、第四页、第五页都还没有我搜寻的结果。是，我自称是很会下那个 buzzword 关键 keywords， 以前是都蛮会下的，现在怎么样下它怎么样都不会出来，就是蛮讨厌的。是，还有一个是 Google Translate 就翻译了你现在一篇文章整个 Google 它好像有字数的限制，他如果一篇5000字，你可能一次只能输入1000字，反正蛮麻烦的，一次1000字，一次1000字，然后再把5次的翻译结果结合，只能是一篇文章。可是 ChatGPT 好像没有限制，我打整篇文章进去，它好快就可以翻，
而且翻的都还蛮好的。嗯，那当然是就我自己的专业本身的文章，所以我看得懂，我可以分析它到底翻的好还坏，这个是我自己使用的情况的。是，我比较好奇的是，所以说今天微软它算是 ChatGPT 的 founder 吗？是。那今天它把这样的功能放到它的 Bing， 那最终它到底有没有机会跟 Google 一较高下呢？我是觉得有这样子的机会啊，不过需要时间。我就说 Google 发展这个 search engine 已经蛮长的时候了，大概二十多年都有了。那我觉得 Bing 短时间要赶上，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。不过一直维持我们一贯的想法，我们觉得单一种的垄断都是不太健康的，对这个产业，对这个市场。无论是现在讲社群媒体最大的就是 Facebook， 那加上他又把 IG 吃掉，感觉起来根本都没有敌人。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健康的情况，人有怠惰的心情跟那种习惯。如果一家独大的话，他就有一些比较需要它更高的运算量，可是更达到消费者需求的东西，它渐渐就隐藏起来，它就不用了，然后用一些让它可以赚更多钱的便宜形式的那种方式。我其实越来越是有这样子一个感觉。可是 AI 出来是一个好事，它是一种技术嘛，它有可能颠覆 search engine， 它有可能颠覆 social media， 它可能颠覆 e-commerce， 就是所谓的电子商务。我觉得等等等等等，它都有机会去颠覆。但是最关键的核心还是在后面那个人文力，到底你提出来的东西跟过去的哲学上面，就是你使用一个平台，你到底终极的哲学是什么。像 Google 它哲学就是一个行善的公司，这就是它逻辑跟它公司的一个 manner 跟它的 DNA 嘛。可是它越来越好像不是这个样子，当它赚很多钱的时候，它就失去宗旨。那 Vivi 有写一篇文章，其实你也不要什么创新啊，你就回到这些巨头他最先创立公司的时候，他那种非常好用的非常符合人性的那种使用情境，搞不好你有机会出头也不一定。那以上内容播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，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王维轩 Vivi， 我们下回见哦，拜拜。